刚的国内的也是大爷，我要回复刚才，我是主持人。刚才那个荧幕上面写说不奈自己主持下一段，你们知道下一段的特别那个表演嘉宾是谁吗？谁？小声讲的不清不清的，我逼啊！你们知道下一个表演嘉宾是谁吗？来宾点播下一组表演嘉宾是，再一次。送给你们，欢迎回家。